走吧，哥，去找服务员玩会儿。好嘞。爽一把，把仓库搬空。Hello， 导演，欢迎股东来消费。Hello， 就是狂。Cool。 以前哪想过开车进来呀？这个先拿回去吧，就不用走那么远了吧，哥。张船长，你的肌肉心动了吗？心动，心动的要死，每天过来蹭蹭蹭蹭。那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制冰的。哦，这个整回去。哇，这个给妹妹拿回去，她喜欢这个钢铁侠。这个应该是妹妹的码数是吧？这里还有披萨，哇，这还有辣白菜，哇，这么多肉可绝对够吃了。这个师傅要的，给他拿回来。带个这个吧，撸他们。再拿个滑板吧，那给大家带点草莓回去吧。咖啡也可以搞一点过去。嗯，后面注意。哦，好。哎，我一直想干的一件事情。爽啊！把钥匙拿来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好好工作啊，以后。欢迎下次光临。